辛苦了，都亲了，都亲了。黄武雄老师啊、来帮我拍照。武雄老师其实是台湾很著名的台语的作词人，其实也是30年前我们音乐工厂的同事。竟然在三十年之后他帮我配唱台语歌，这个世界实在令你意想不到。我希望你们喜欢我们这两个台语歌。本来我想中间才说，但是你们等一下可以留意中间有一些音乐效果，我可以提你们。我想讲一下为什么那个音乐效果是哪里来的。是去年我做完台北的演出，我就去了高雄演出。高雄演出之后下一个晚上我就在这个高雄的海港漫步，这个码头我就听到那个码头很奇怪的，有些很奇怪的声音，因为好像鬼哭一样。那个海浪就打这个码头，就那个码头的石头就撞在一起，就有发出一个很奇怪的声音。我就用我的电话录下来，然后就今天就放在这个歌里面，你们听到那个版本，所以跟去年听的不同，因为真的是有海港的声音放在这个歌里面。我先帮你们唱，其实这两首歌都是杨三郎的作品，先唱港都粤语。Oh,